你家找你，那个楼上老爷爷给你投诉、哦、对，给他报警了，对，给我报警了。他直接可能是我们太吵了吧。你看我这眼睛在干什么，我真的wink 我都学会了我还记得、哦、你糟了，我糟了你糟了我糟了你糟了你真糟，我背不到词。说唱好听，所以更要好好听，这里是好好听说唱电台。Bro 来 Bro Battle 游戏规则，在九宫格棋盘选择游戏进行挑战，获胜者占领该游戏对应的格子并顺利下班，失败的选手要接受惩罚并顺利下班。这个 big 胆，这个肯定不是一个好游戏。我也觉得大胆不会来个那种什么箱子让我伸手进去摸吧，甜心派对不会是让我卖萌吧，来选吧。哎，我可能就是会看看他是谁，谁是铁肺王大神。真的、啊、你确定吗？那就这个呗，看看他是谁，根据给出的艺人照片说出他是谁，答对最多者获胜。啊，这张颜齐、小白、Kevin、杨和苏，他们俩长得一模一样。这张照片问你答。TT 咖喱啊，以太，这张绝对给他批瘦了，他没这么瘦。天哪，李佳隆，哇，这个我真的认了一下。哎呀，老舅，老舅这个绝对 P 图了。这刚才王一泰那才 P 图，要给你猜咯。糟了，这你能认？塞屁黄旭老派啊，刘聪啊，完了，我要输了。咖喱爸爸啊，我要输了。你不认识 Ice？ 他不是 Ice， 错了。哇哇哇 Bridge 啊，我为什么不选这一对啊？大哥我是游戏黑洞，王以太，我都怪他，我都怪他。飞火焰大比拼限时一分钟，两人进行吸管吸小球比赛，时间结束后吸小球多的人即为获胜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哎累死我了！推手游戏，两人相对而战，进行推手游戏。哎，抓这！哦哦，这个对那种。我还没已经输了是不是？对，三要不要再来三局两胜？可以啊，我已经输了。你要认输吗？啊反正我赢不了，我是那种会认输的人。我是那种觉得我赢不了我就输。不行我不行，我输了。唱给你听。OK。噔噔噔噔噔。OK。还想再挑战吗？随便，那就挑战呗。挑战呗。百步穿杨，两人分别四次机会，分高的人获胜。我先试一杆行吗？这样，对这样。然后这样，嗯，然后这样，嗯，这不是轻轻松松球到当中吗？五分，哇哇哇！我想谁的不是那个？你想谁是哪个？五百，我开始了。这最高分在哪？五百中间那个咪小，咪咪小，那太小了。结果你就要说那个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。全错了，也可以。这不对啊，我平常玩飞镖可以呀、啊，他跟飞镖可能。呀，
十分，十分，十分，二十，就看你能不能。我可能难，我这个东西不是很厉害。这个怎么办？在线当中，两边都十。对，到你了。可以，试一个，试一个。我都拉不出去。你往下瞄一下。你别演我啊！我没演你。你别演我。你演我，我没演你。你演我。哎，这个算吗？算算算。这几个一。看嘛，我真的是运气好，直接对算。两次了，耶、嗯！yeah, 我有机会。哎，我跟四次加起来有五十分吗？让我用毕生所学。下一个，猜拳决定优先顺序，后者报菜名时要在前者基础上叠加一个新菜，出错则挑战失败。来吧。你先来吧。今天晚上吃什么？麻辣烫。今天晚上吃什么？麻辣烫火锅。今天晚上吃什么？麻辣烫火锅佛跳墙。今天晚上吃什么？麻辣烫火锅佛跳墙烤肉。今天晚上吃什么？麻辣烫火锅佛跳墙烤肉涮菜。今天晚上吃什么呀？麻辣烫火锅佛跳墙烤肉涮菜西餐。今天晚上吃什么呀？麻辣烫火锅烤肉。哦，哎呀，我赢了。我不行。通过骰子进行搓气球比赛，弄破的人失败，一把定胜负啊！嗯，石头剪刀布，你先。一，我来。三，一，二，三。你有在动吗？哎，一，我戳进去了。哎，二戳进去了，哎，三好了，好，六，嗯嗯，等一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这就六了，一，咱就是说。吓死我了！这个气球真的如履薄冰。二，一，二，啊，哎，四。六，你看看是在一起呢。六六六，那 ，come on come on， 一，动了没有？动了动了，当一声。二，可以。这怎么办？哎呀，这个，三，哎，我出汗了。出汗了，出汗了，出汗了，出汗了。四，再这么下去，我怎么感觉戳爆气球的是我的？喂，喂，喂，六，我走了，我受不了这个心脏，难受，难受。一，二，啊，要爆了，要爆了，就是这一下，这一下，姐妹，就是这一下。我想听到它爆炸的声音。一，呀，超！我玩不了这个游戏，我怕。二，好啦，嗯，这就好啦，嗯，来个一啊，数字一，三，也还行，也还行，还行。不会吧？这个气球怎么质量这么好？嗯，我不能转它了。这个应该转不了了。一，真的，你一紧张你就高上去，你会高八度。我感觉我，二，啊啊！吓死我了！下班了，各位，再见，我下班了。吓死我了！没事吧？我没事。
我出汗了、但是这个确实已经到这个气球的极限了。对对对。哦，真的吗？这个就是鸭子作用。他会说话。穿我的，穿我的新衣。穿我的，穿我的新衣。哎，这还挺好玩的。带他走了。哎，下班了，下班了啊！再见，再见。真的好好听，开开心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谢谢老师们。爱